足音乐、气味、温度、色彩等抽象事物的感受都不尽相同。而对于绿色，在大自然中最常见也最丰富的颜色之一，大多数人的感受都趋于平和、安静、舒适，这也是最能够让我放松的颜色了。最近需要拍摄的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在进行的项目车轮战一样把我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每当我想喘口气的时候，都想念户外那些层峦叠嶂的绿色，想念不需要对着电脑的快乐时光。但很可惜，最近确实没有这样的时间窗口让我能够接触到大自然深处的各种绿色来放松身心。但我也需要转换一下心境和头脑，今天有机会能够体验一些新鲜的感受，就跟各位一同分享一下。那么好久没有跟各位分享一下 OOTD 了，今天有点特别啊。我这一身搭配的基础呢，是以这样极地型的领克05去延伸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单品的选择呢，也是基于这一个千变万化的绿色。首先，鞋子是 Salomon XT4 OG， 有一个渐变绿的配色。像这件 T 以及帽子呢，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绿。但我觉得这些所有的绿呢，都能包含在这一个极地型本身这辆车在各种不同角度上看上去的效果。那么黑色单品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衬托这一个巨大的轮毂以及这个双色车顶。那大家应该也留意到，这辆车是一个酷配造型的。车身设计，车顶溜背呢是全黑色的，所以黑色的话呢，也是特意选了这个亮面钥匙黑的小包包来做一个点缀。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这个吊坠。前一阵子的影片我跟大家介绍过是莱斯谷2的一个 Coach Lanyards， 但是我把领克的车钥匙当做一个小挂饰挂在上面，我觉得挺好看的。车钥匙都做得很特别，这个质感也很好。OK， 那么今天这样搭配呢，是要去 Mountain Fever 的 Pop Up， 在万象田地。今天刚开张，走，我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说这次万象田地共有8个这样的 pop up， 就小小间，还挺可爱的，我去看一下。听到那个增压声音，现在关掉。哇，我觉得这个隔绝感真的是可以。
完东西吃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变化真的很剧烈，我自己有两个腰炎，全部都发霉，然后就不行。他这一颗也有一点，但是还算健康。OK， 那么这一层呢，跟上一套 look 是有点区别了，就没有那么的功能性或者说技能，更偏向都市休闲一些，整体氛围感呢，我觉得也会更加的黑一点。哎，不过讲真的，现在大概37-38度的温度啊，穿搭的条件确实有限，穿多了虽然层叠感是出来了，但真的是热得受不了。鞋子呢是来自 Emily 隆多和 New Balance 联名的一双1906R， 配色是有一点米白，配上各种不同层次的绿，整双鞋的质感呢，我觉得跟这辆车的内饰非常非常的搭。袜子是 Green House， 那么裤子呢是来自 Goopy Made 的一条算是可变形的裤子吧，很有意思，它是也可以打开抽起来然后再扣上来，这样子的话有多一个不同的效果，还挺有意思的，就廓形感上会有变化。 T 恤是来自 COS， 包包是一个叫做 AGTMFG 的牌子，就是做一些 remake 的军部的一些单品，还挺不错的。整个穿搭还是以休闲舒服切为主。我还想跟大家总结一下这几天我使用05的给我一些感受，挺大的这尾箱，整辆车的设计感我觉得还挺夸张的。那夸张的来呢，它又算是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讲会比较好接受，不管它的车身造型也好，然后它的配色方案也，甚至说到里面的内饰，其实我觉得整体都是一个非常和谐统一，是一份很成熟的设计方案了。整辆车驾驶起来在路面上的感受我觉得还是很舒服，机械素质也是非常棒，就没有任何抱怨。虽然我不是什么硬核汽车发烧友啊，车对我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能把我安全从 A 点送到 B 点就 OK 了。在这基础上呢，越来越多的功能，越来越多的辅助驾驶，就从 A 点到 B 点的过程中会让你越来越愉悦和轻松。那我觉得现在领克做的就是能把一个传统燃油车的机械素质表现得很好的情况下呢，在智能驾驶方面也有它非常独到的技术的驾驶，然后整辆车开起来的愉悦感受我觉得是很棒的。 OK， 那么还是再重申一下各位，这不是一个传统的车评影片，只是说借着跟领克合作这次机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方式上的体验和感受，也算是一个开箱分享吧。 Alright， 那么来了车里面，我觉得这样收音比较好，并且也能体现到这辆车的一个内装的氛围啊。首先就是这辆凳子，这辆凳子至少就我这几天试驾的感受来讲呢，我觉得是挺舒服的，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那么适合身材比较宽大的朋友，因为它这个运动座椅的包裹感受出奇的好，两侧也是覆盖了一个反毛皮质感，这个材质它摩擦力会强一点，就能把你牢牢的摁在凳子上。再一个就是一体化头枕，这个设计呢虽然说我觉得开起来很舒服，但是副驾驶这个想要休息一下的话呢，头可能没地方放，不算什么大问题啊，只是这几天体验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感受吧。再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内装整体设计给我的感受啊，首先就是所有的地方我感觉到至少手能碰到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做了很严的包裹，就不太能看得到车身本来这种钢架的喷漆的颜色，车门可能要打开之后才能看得到车身的材质，如果只是在车里面关严了门窗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所有地方都是被精心包裹好被设计好的，然后有1、2、3、4、5、6几种不同的材质在你的侧边，感觉是有被尊重到被照顾到，整个氛围给我的感觉是很好，是很舒服的。对这辆车的一些设计感受的想法，主要就是整个外形是这种不配造型的溜背设计，双色车身搭配上来讲呢，我觉得是跟你自己人的一个风格或者说平时的穿搭的感觉会比较容易去衬托，因为它双色加上一个大轮毂呢，你很容易在球鞋或者说裤装这些单色块的单品上找到呼应。现在这个时代的车辆设计感觉还都是挺大胆挺百花齐放的，05这辆车我觉得挺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潮流单品融入到你的日常穿搭生活中。嗨领克，来了，打开天窗。好的，已为你打开。我觉得它的智能驾驶给油跟刹停都有点猛，就比起我自己人开来讲，这开机速度不是也 OK 快，没有说很慢，一定要点了火它这个屏幕才会亮起来，不然它就一直是刚的待机状态。还可以啊，至少我用的这几天内呢没有任何死机或卡顿的情况。这是领克目前 Copilot 的一些智能驾驶菜单，那么他们其实还有更多 NOA 的功能，不过现在仅有长征户在开放，简单来说就是在有高精地图覆盖的一些高速高架路段可以有更高阶的领航辅助，类似于半自动驾驶。如果后面还有机会去体验的话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那目前我能体验到的也就是这一些 Copilot 的一些功能了。
开了半天，刚全身都湿透了，我只能换套衣服，太热了，真的。早两天在拍这辆车在街上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不是有人行道里面的一些店家，其中一家是修车店还是洗车店，人行道的路口会有那种圆柱形的石墩，对不对？不说品牌了，有一辆电车从里面开出来，可能走了不到10米就刮到那个石墩，就是正好是副驾驶的门，刚从修车店里出来就刮一声，哇，整条街都听到了。然后我就想到360全景影像这个功能在副驾驶那边我觉得是尤其重要的，就是看不到那边，尤其像05这辆车的设计就 又特别高大，在车里面的视野其实是挺受限的。360这个影像它报警也挺及时的，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避免这种不能说很严重的事故，但确实会让人感觉很烦恼吧。就是一个突然想起来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还没有更多要补充的了，大概就这样吧。这两天拍摄可能大家看到我逛街买了好多东西啊，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你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发表一下，一些短裤还有一些眼镜什么的，更新可能没那么快了，感兴趣可以留意一下先。那这期就先这样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给我一键3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订阅了，我是龙，我们下次见吧。